上一次啊，我稍微探索了一下封丹，北斗再一次得到提升，一刀弹反能够上五位数，大保底第78发，终于出了弗林娜，稍微提升了一下弗林娜，然后把深渊一口气打到了第7层，冒险等级来到41。那好吧，4.2宁克挑战第8到10天启动，到期几个群岛的探索度。为着什么？我终于可以打草反应了。卡威是城南体型，跑图速度快，加上天赋被种子炸到会回血，导致他本人的生存能力特别强。这下好了，开荒的体验可以舒服特别多。再前往成岩之渊做主线任务，我给雷主穿上精通的圣遗物，前台的卡威挂草，后台的行丘挂水，雷主则负责触发超绽放反应。没错，这就是 T 零阵容草行酒。好了，完成第2章第4幕，我觉得现在可以继续往后面挑战一下深渊了。种子极高的下限，在前中期简直就是开挂一样的存在。而且这个阵容非常硬，在北斗和星丘的加持下，40级的卡维硬刚70级的小宝大风车居然还没有死。第三间一轮即可把极冻术打掉3/4的血，但另一边就没这么乐观了，基本上全靠弗林娜打直伤。不过幸好满星的时间还是十分充裕的，深渊前8层全部满星。为了测试这个阵容到底有多硬，我被 F4 团团围住。40级的卡维站到了最后没有死，这就是须弥最硬的男人。我是谁？ Baby， 继续疯狂做任务。我先后完成雷神传送任务2章，一斗的传送任务，现在可以做藤岩的近战任务了。剧情没什么好说的，我都过了不知道多少遍了，就全部跳过吧。完成，快45级了，找一些没有做的小任务。开一个锚点，终于45级了，可以刷生遗物提升我的念度了。30多个数值下去都没出什么好东西。你看这朵花，我把它拉满又全部到防御力上了。这个羽毛还有60的小防御，而剧团套还是我刷出来的最好的圣遗物啊。其他的猎人套、草套连主次条对的都没有几个啊。那就先不死磕圣遗物，先把弗林娜拉到80级。虽然圣遗物不怎么样，但至少主次条都对了，4草套、4风套还有芭芭拉的海染套。
好吧，继续往后面试一下深渊。现在一颗种子的伤害来到了18000，是45级之前的2倍多，伤害发生了质的变化。而另一边，有了剧团四件套的加成，弗妮娜的伤害也是45级之前的2倍多，加上深渊 buff 以及海染套的加成，打深渊真的非常给力。9层、10层全部满星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现在抽到快60发了，白竹还没有出，只希望小宝弟不要给我歪吧。那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